猴子老公说要来逛，白没逛。台北市立美术馆，北美馆是台湾台北市的公立美术馆，位于台北市中山区花博公园美术园区内，成立于1983年12月24日，是台湾第一座当代美术馆，第一座公立美术馆。年轻漂亮的妈妈，你辛苦了。大热天还推个娃娃车来，就为了让孩子可以提早接触美学，培养艺术天分与气质。爸爸若看到这影片，记得要跟老婆说声：“亲爱的老婆，您辛苦了，您用钱够不够？要不要再买个 RV 包？”台湾男生，你是皮痒想被做是不是？北美馆由建筑师高尔帆所设计，建筑采取低线灰白的国际现代主义风格，融合华人传统建筑四合院，以悬臂飞廊形式将斗拱元素交叠堆砌为井字形建筑主体结构体，寓意美术馆为文化之泉源活水。馆内大厅挑高9米，明亮开阔，对应地上3层及地下1层的展示空间，四周以玻璃帷幕采光，取代封闭墙面，中枢内庭承接自然光源，引入随时间移转的光影韵律，整体形塑微造型洗，形式宏伟，量体轻盈，具文人气韵，与庭园景观相结合之建筑，馆体占地20422平方公尺，平面展示空间为11741平方公尺。展场内请勿饮食，无需饮水，请至馆内饮水机旁之观众休息区域。水壶请收纳于随身包后入场，任何尺寸之双肩背包或超过40×30×20公分之随身物件，请至大厅服务中心寄物。自拍棒也不可以哦。周一休馆，星期二至日9:30至17:30，周六夜间加长开放至20:30。普通票30元，优待及台北市民票15元，20人以上团体票21元。优待票要主动出示证明文件哦。台北市民用身份证证明即可。今天观展的重点当然是位于1楼 A、B2 展场的威廉肯特里奇个展了呀。现在就让北美馆门票跟大师合影留念一下。完啦，这下完啦，猴子老公要叛变啦。那就快去地下1楼的沃斯餐厅用餐，餐点 CP 值很高哦。照烧鸡加美式冰咖啡。哎呦，又要再加钱了吗？没了，这照烧鸡肉饭贼好吃的，可惜饭给的太少了。冰美式我喜欢冰块多点，咖啡浓到会心悸的那种，嘿嘿。接下来呢，学无敌铁金刚背美美去花园看花吗？哎呦，2点钟方向有芭比娃娃，嘿嘿。不得不说，北美馆植物贵超多，而且都还不用钱，超佛。逛美术馆背大厚背包真的超危险且不入流的，这一点要请民众务必配合。你好你好，我是双叶幼稚园生日葵班的演员新之助，欢迎大家来北美馆玩。地下1楼西侧有儿童艺术教育中心哦，里面有好多属于我们小朋友的小宇宙，下次来北美馆，爸妈看他们的，我们就玩我们的，小朋友也要学习自己决定自己要什么。妈妈，你赶快转呀。吼，
Thank you.
focus. I can't even control it. You know your lips are golden, baby, get me high. Touching me like lightning, yeah. Keeping it exciting. You know exactly what to do to blow my mind. You're from another planet. I've never felt like this. I don't know how I ever survived without it. I'm starry eyed. Got me upside down, spinning around you. Wanna taste the clouds, dance with the moon. Take a trip around your body. Boy, I love the way you got me. Starry eyed. Got me starry eyed. This bed is out of space, just keep painting constellations. Starry-eyed.